回来了，姐姐，爹今天见了你，熬了好多粥呢。哎，小八，你看，姐姐今天干活得了好几个芋头，给你尝尝啊。我不喜欢吃芋头，芋头吃了半酸水。我要喝粥，姐姐你也喝粥吗？不喝了。 姐，不饿，你喝吧。爹，没水了，我去打点水啊。等一等，我这儿有包草药，你赶快拿到镇上的鼎香阁去卖。哪有什么草药啊，爹，连药材渣子都被我做成香囊了。哎，叫你去就赶紧去嘛。哦，这鼎香阁啊，就在。 百草医馆的对面，要不就在那个竹楼里。哦，小八，姐姐，等姐姐用这个药材换了钱，回来给你买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姐姐，我等你回来喝粥。琪儿，把这个带上吧，路上啊饿了吃。哎。 香米粥好吃多了。干嘛呢？ 我是来卖药包的，卖药包的去对面一碗。哎哎哎，等会儿，我爹跟我说的很清楚，让我把这个药包送到药铺对面的酒楼里来。酒楼？你爹是药王谷的苏旺。就是就是。哦，我说呢，卖血有点可惜了。哎呀，你别动手动脚的，我就是来卖药包的。 这个就是你爹送的药包。哼！傻丫头，你爹卖的是你，哎，还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，真亲爹呀！嘿嘿嘿嘿嘿嘿。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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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黄校尉，可以开始了吗？